attachment to the foundation tap. That's a lot of issues.这么巧的，这是我深深的，让他遇到那个，在这地方扎实生活，这是他的妻子自己的家园，自己的地方。而在这个地方，美化这一切，而在这个地方，是的，就是你，你，是的，而。
不仅是彼得的子民，就是就像一切动物，一切一切物，他们都得到完美基督启示。他们完全在喜乐之中，在圣灵中。这是巨石罗伊赛亚拉大基的小说，那个小说，这是在拉大基的小说，这是被圣灵。当克什看到这件，克什非常惊讶。都与拉德拉尼的心绪，这个世上，天父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三年之后，是百万圣师的萨德纳。我们来到了温扎文。从彼得的领地，他们为了得到我，他们渴望得到我。但是他们得到我，他们给我的是迫不得的东西。就为他们的心，得到他的名和名声，就为得到他的心事，得到他的情感，他们这一切才得以成功。是啊，可是呢，可是呢，确实的，就吸引着，吸引着所有人的心。他展示了，他想展示呢，把他人的把握放在他们心中。因此呢，他吹出这笛声，去给出这种情绪，就是呢，拉他自己的心绪，这就是被他们的。那么这种 buff 是什么？这种情感是什么？我们呢？我祈求的是什么？这个不是巴诺来这里，是拉德拉尼来到这里。这次呢，专注，我是克什，他也想品尝这个拉萨，而这个拉萨，你是不是信展示出来的？你何种程度展示出来的？可是能够仅品尝到何种程度呢？他来到拉达昆，来到拉达格瓦丹，根据他们这个资讯，这种 buff 我令人惊讶之处，这种 buff 的巅峰之处，就是马达拉给我的 buff， 还是拉萨 buff 马达两者在一起，能够格瓦瀑布呈现，来到了伊米塔拉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咕噜巴卡，我们的咕噜传承呢，强调了这些。阿白什纳瓦呢，也应该呢，强调了这些点。我呢，请求巴提比拉达、摩尼马拉吉，给体会、去品尝这种呢。